跑1000啦，而家赢过嘅买12489呢只买有份啦，四号仔叫英雄豪迈田泰安，12489赢过六号入个 Q， 夹晚大热就系六号啊，六号咧就系、是、潘顿嘅财财。五号叫加洛龙区，加洛龙区咧就系44倍，加洛龙区又新马初出，董明朗咧即系话董明朗骑嗰只十号真系姗姗来迟跑第四，真系好似完全都唔系竞逐咁样样嘅真系。五号加洛龙区唔差噶呢啲马，即系准备好嘅，不过。冇飛等於冇新馬初出喺香港咧，冇飛就等於唔積極，統計嚟嘅啫嚇，唔係話呢只會係啊。而家有六號仔財財啦，呢只馬39蚊，財財咧就咁樣嘅，六次賽績最叻係上一次個第二。咁啊，潘頓跑短途都幾好嘅，五檔睇下 Jenny 姐有冇揀佢啦。潘頓上一場騎只八號都幾好啊，入閘咪有啲扭計，但係出嚟都係喺前邊一路跟住，幾好啊！呢只馬六號仔，希望潘頓咧就幫佢贏馬啦，希望係咪？七號又係新馬初出，但係呢只馬就有飛啦，七號仔叫做川河洞區。川河嚟嗰呢只，川河洞区何泽要排八档黎超星马房，七号仔点解咁多飞呢？新马初出有飞咧就系积极噶。七号八档都系外档嚟，识唔识转弯噶？七号有飞啊呢只啊！两只新马初出，五号、七号，七号好多飞啊！八号咧就系、是、连续两次都系好后嘅，所以夜九倍，一个十二，一个九，咁但系八号啊赢过1000嘅喎，快高1000，近绩就系146号好，啊1号、4号、6号。一八号仔咧就冷门嚟嘅钟奕礼。129連續兩次都好厚了，8號9號都是連續兩次好厚的。鍾奕禮啊，這個8號仔9號就是魏多福，一智多福跑了，不行魏多福本路程呢九号仔系赢过嘅，但系近绩就唔见得好啦，一个十一，一个十二，系咁啊，操兵咁啊，脚佢系咁啊，彩虹咁嘅衫，魏多福，再睇翻啲一号先，六次赛绩最好系一号，叫做人和家兴梁家俊。毛显东啊呢位，八号咧又系威妙星，叫做啊威妙星，哇，好犀利喎！真系马好好猛震喎只马，快出去啦，跑下佢啦。好似牛仔。賽馬誒，即係馬術比賽咁，拋佢一下，成個飛起咗，蹬翻到個馬背度。黃之康二號、一號、三號，我係中意六號、二號，我中意呢個財財啊，中意潘頓啊，六號就係呢只啦，粉紅色衫啊，有個 V 喺個有個白 V 嘅。呢、这个女仔同我一样六号，
六号、二号、一号都好啊，一号人和嘉兴，近即连续六次都几好啊。七号就新马初出有飞，因为女仔又要六号、二号、七号，而且新马初出有飞啊，要何泽尧嗰只系咪？何泽尧嗰只叫川河洞区，我要六号、二号，即系我要潘顿孖布文。Jenny 要四号是英雄豪迈八倍都挺好啊，上次第三前次第六，四号本路程都赢过，上次成绩都好，一号就六次成绩最好的了，这里啊就是1322213又赢过本路程，他不要二号啊，即是他不要啊布文，又不要七号，即是二号一号啦，佢要啊细 number。黄志康二号一号三号四号冇要七号，我要六号二号，我即系希望潘顿再骑财财啊，帮只马赢下啦。1000嘅，今晚六环彩都有呢个累积多宝啊！好啦。名字就已经都点好晒啦，马匹亦都准备入闸啦。首先见到咧就铁木儿入闸先，跟住咧就倪多福又入闸，电器骑士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三场赛事3班1000短途大热系六，准备黄旗居。好，你跳出嚟加洛龙区系慢咗嘅，前面快噶嘛，外边倪多福啦，中间人和嘉兴啦，内栏位置仲见到有啲嘅微妙声啊，出边走埋上去进占第二位就电器骑士啊，中档第五仲系英雄豪迈，出边白衫第六位就川河洞区啊，后边三匹马财财粉红帽尾三嘅尾二位置蓝色鼻箍铁木儿啊，暂时垫后咧系嗰只加洛龙区嚟噶，好啦，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倪多福系威系细啊，接嚟一个身位先，跟住第二位就电器骑士啊，埋边有人和嘉兴，第三、第四位咧就英雄豪迈啊，第五位啦，外边咧就川河洞区啦，揈出去外边追噶嘛，有黑色鼻箍粉红帽啊，财财最出系铁木儿啊，最后300多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电器骑士斗紧呢只英雄豪迈啊，外边财财就上紧嚟，咁啊再见到外边追，仲有铁木儿，最后100米英雄豪迈就已经透出咗，埋边电器骑士喺呢个第二位，出边上嚟嘅财财个中第一名，英雄豪迈赢啊，跑第二名咧。埋边电器骑士，出边财财就影相争第二，至于跑第四名话，外边系铁木儿啊。咁啊，结果呢组马咧，好多马都揈咗出嚟中外档啊，头马系英雄豪迈啊。哇！喺田泰安啊嘛，赢呢只四号英雄豪迈咁啊，最后咧就9.5倍啊，跑第二名咧就是。哇 ！Jenny 姐中咗个 win 喎，即系六号仔跑得即系1000直路怎可以这么厚的呢，还有直路你的边啊，这样骑枝啊，是很不连贯性的，推下停下推下停下，就是爱护动物协会的冠军啊，真的。好像跑马真的，你冠军骑师当然多些东西讲的，可以是吗？罗富全赢了。恭喜罗富全啊，四号都挺好的，上次第三，前次第六。英雄豪迈，档位好啊！田泰安四号喺前边先得噶，你跑短途啊！暂定名次，第一名四号，第二名三号，第三名六号，第四名二号。太后啦，真系太后啦！包括埋嗰只铁木儿布文都系太后啦，真系好似放弃竞逐咁样。一出闸你睇嗱，呢个就系、是。六号仔啦，呢、這个就系潘顿。咁啊，倪多福、毛显东放头啊，都几好啊。咁啊，就三号咧就系、是。睇先，睇一只赢得嘅马去边度先？英雄豪迈就系黄色就嘅喺呢度，1234。
在第四位，咁啊拉出出边，咁啊潘顿咧就跟住跑入马林当中，咁就铁木儿咧就布文就喺外边，咁啊呢个潘顿啊，你睇佢点？你睇佢几点骑啊？咁你睇下前边啊，英雄豪迈田太当啊，好连贯噶嘛，下下有动作噶嘛。呢个潘顿就唔系两下停一停咁样，两下停一停咁样啫，只马冲唔行噶嘛会。佢真係好有機會跑第二啊！即係可能近啲都唔定嘅啫。我諗啲觀眾都睇到嘅呢啲嘢啊，即係。九倍哇！今晚啲 win 啊，真係連續兩場九十幾蚊啊！第二名三号电器骑士位置派18.5，第三名是6号，即是二号仔跑第四，我要6号二号，即又跑第三第四，连赢三搭四派219，今晚不是几好幸，没什么幸运啊，今晚没什么运。